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蚯蚓。没错，是蚯蚓。蚯蚓身体软软长长的，而且都躲在土里。躲在土里？但是，一直都躲在土里的蚯蚓，为什么不会闷死呢？为什么不会闷死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是 A 吗？蚯蚓有氧气筒。还是二呢？蚯蚓会装死。该不会是三吧？蚯蚓会偷偷爬出来呼吸。这些都不对哟，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。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蚯蚓是靠皮肤来呼吸的哦。蚯蚓既没有肺，也没有鳃，但身体表面有一层可以分泌黏液的皮肤，里面布满了许多细小的血管。这些血管又和身体内部紧密相通，它们才能利用皮肤呼吸。万一它们爬到外面太久，没有在土里保持皮肤的湿润，没办法呼吸，可是会死翘翘的哦。